一般人不会想到小腿肚的开关是在上胸椎。我之前也为了这个开关找了很久。您现在是您哪里在痛？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个小腿肚。正在痛吗？对，正在痛。哦，真的？这里吗？确定？还是旁边？你是哪个部位在痛？再比给大家。这里痛，还有这里也痛。对，两个部位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哎，好，因为大腿以上的，不管前后左右，都是臀部管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讲，那小腿肚这一个，如果旁边的也是臀部管，但是后面的，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套，小腿是不容易分的。它有分旁边、前后，还有后面，后只有后面这一块。是胸椎管的，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。那至于这个这里痛，虽然它是粘在一起的，但这里的痛不是胸椎管的，是臀部管的，这样大家清楚了吧？好，你这样痛多久了？两天。痛两天。好，现在还在痛，为什么？是抽筋过后在痛吗？可能那天秀良穿的那个高跟鞋有点崩，有点崩。好，那我现在帮你做。好，因为哈、哦、小腿肚要痛的比较少遇见，如果有一定做，因为做给你们看，因为增加大家的记忆，因为你们绝对不会想到小腿肚是这里上胸椎引起。那我这个也找了很久，最后确定毫无疑问，只要有小腿肚痛，在上胸椎一定有痛点，一定的，没有一个会例外。静脉曲张从臀部下手，好，好，这个痛吗？嗯，痛。这个痛。嗯。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会更深一点的痛。这里痛了哈。嗯。啊，这里痛吗？这里还好。这里呢？这里痛。这里痛。嗯。这里痛吗？哦，好痛。这里很痛。这里痛对不对？啊，这里痛吗？痛。好，这里痛吗？嗯。这里痛吗？痛。这里痛吗？都痛。啊？都挺痛的。这里也痛。都疼。都疼。小腿肚抽筋很少痛这么一长条的，那可能到这里就胃屈了。你胃也不舒服吗？昨天胃有点不舒服。我就知道，哈哈，这一套我说它是一个诊断鞋，所以到胃区还在痛，那很显然就已经别的还有问题。好、哦，你这个揉起来还痛，这个胃还是没有好。好、哦，如果再吃饭或劳累一点，说不定就又痛起来。我先帮你检查一下，这里痛吗？对，这里也痛。你两腿、小腿肚都会酸痛是吧？好，那我两腿都处理。这里也痛吗？好，这里痛吗？是的。是的，好。这里呢？这里很刺痛。这里很刺痛啊、哦嗯。好。这里呢？也是吗？嗯。这里是不是也痛？啊，这里呢？这里是不是也痛？好，他这里是胃啦，我确定他胃出了问题，两侧都会痛，所以这里是处理他的胃，这里是处理他的小腿肚，顺便帮他处理。那我跟各位再讲一下哈，就是假设你背部痛，你就画一个平行线到中间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那这一套就是。如果背痛，你就找这里一个掌心大，那这样两侧找出它的痛点，那这个就可以消失了。你只要把痛点揉松了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那下面的不要找，我说上管下，下不管上的。所以这一套要找出原始痛点很容易，找到大开关也很容易。那只要在身体粘在身体上的处理方法都一样。比如说他旁边痛，你就往中间找，那对过来之后就在这里找，
哦，甚至稍微往上一点点都没关系，这样一定有痛点，揉完了它前面也会好，旁边也会好，所以现在粘在身体的所有开关都在这脊椎两侧，这样就简单多了哈。那我们再帮他重复按一次哈，这里他说有刺痛，这里有刺痛嘛哈？整个筋哦绷得很紧，这个一定是寒症的。我说只要按下去，那个筋很紧的、紧绷的，都属寒症。好，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小腿肚。我现在没有处理他大腿后面这一点。小腿肚一点也不痛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啊，真的。好。你们看到的都是事实，所以我说小腿肚一定是在胸椎，啊，现在这里感觉前面有没有松松的，舒服一点？这边应该舒服一点，我觉得这里有点热热的感觉。这里有热热的哈，因为你胃一定有不舒服啊。现在因为没有痛，所以没有那么特别明显。好，大概我今天就做到这里。谢谢。好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为什么特别在意小腿肚呢？因为这个也是很多运动员有的，运动员哦，尤其一些网球选手啊，他们打球跑来跑去，他跑来跑去之后，他们小腿肚有时候都会抽筋。第一个，他们的念头一定是想，这是我因为跑步啊，肌肉拉伤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们从来不会想到，他们这些网球选手是在抽球的过程中把腰背肌拉伤的。那这里痛的时候，这里抽的时候，他一直就在腿敷脚啊，好、哦、热敷啊，或是一些做一些运动，那些都是小开关，暂时的缓解。真正的大开关就在这里。那这种小腿肚的问题，很多人都有。所以当你半夜在抽筋的时候，记得不要爬起来。那怎么做呢？你就躺着的时候，把前头赶快顶到背后，然后晃几下就好了。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做给大家看，这个动作要学啊，哈、哦！如果这一腿你就这样，不要起来哦，哦，这样翻身，前头顶住，然后这样晃，这样懂了吧？马上可以止，而且很快，哦，记得是顶住，不要起来，稍微翻一下就赶快顶了，不要让它抽得越久，组织受损了，明天起来就真的痛了，就要好几天才会好，哦，所以这些。都是很好用。那如果运动选手有这一套，我说哇，他们真的是福气大。有些人我看抽筋，赶快揉啊，揉是上胸椎，腿他没有问题，哪里痛哪里就是引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上面的问题。啊，这个要记，因为唯一要记的就是这个，